小朋友家己对冰箱提准备要煮的菜，然后。把它弄小一点吗？就亲像小小的桌子，家己下菜，家己煮。大人就徛伫边仔来协助，将军地理小食，杀出新菜单，就是要让囡仔来体验煮食的趣味。地理小食，因为夏天来临，大家都想要吃清爽一点的食物，可是又很想要吃火锅，所以我们特别呢，在最近推出了一个非常适合亲子一起来煮的，叫做去卤面，让大家可以自己来亲民，然后还可以吃到芦笋的高汤底，用在地芦笋所控的火锅汤头，搭配切脆的菜色、虾仔等等，所有材料拢严选，安心食材。另外，这里有小花，对不对？把它摘起来。大大大呀！刚才煮的菜，一个点点点。更加照由让囡仔熟悉土壤内面的作物，家己来挽，亲洗了后来入菜，让因自细汉就会使了解对产地到餐桌顶的过程。我们除了跟台南林菜一些小农合作，提供他们的食材之外，连我们自己主厨伙伴他们家里面的渔温养的虾都是非常安心的虾。那甚至呢，有一些菜就在我们的餐厅后院就可以直接采摘，保证健康自然。店头真用心在推广神农教育，也欢迎所有的亲子到店来同欢，享受吃面煮火锅的新鲜。咱的新闻电影文，将军采访报道。